别追了，大哥哥，你就饶了我这个弱女子吧，这局游戏才刚刚开始，我还不想变成鸡腿啊。不玩了不玩了，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。辉哥，他们都欺负我。可恶，谁敢欺负我家玉儿？不知道只有我才可以吗？非得让我好好教训一下。 Among Us 进击的巨人霸气登船。在此模式中，内鬼将化身为原始巨人，和船员来场公平的娱乐赛。这次特殊角色的技能共有三个，首先是巨人附体，使用此技能，内鬼就会变为原始巨人，跟之前一样，其他的两个技能只有在此状态下才可以使用。巨石攻击，使用该技能，原始巨人就会从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，再次点击任意方向就会用力砸过去，触碰到的所有玩家会瞬间变成鸡腿。重拳出击，点击此技能，巨人就会在原地用力锤击地面，在范围内的船员同样也会变成鸡腿。巨人刀掉所有人就可以获得游戏胜利，而船员就要找出隐藏在其中的内鬼才能获得胜利。那么就看看本局游戏辉哥是怎么折磨船员的。老规矩，依然是内鬼的视角，来飞船左边，然后把氧气室破坏了，把船员都引到右边。让我在上层机舱变个身，船员兄弟们准备接受我的攻击吧。来关几个门，在电力室悄悄地拿起一块石头，这样等见到船员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砸过去。哎，浪哥，好家伙，还给我绕上了，这我也不敢砸呀，完全没有把握。嗯，玉儿来凑热闹了，这小丫头还挺会玩，在我脚下站着，我都怕砸到自己。哎，机会来了，我走你。哎，预判怎么样？臭鬼哥，又第一个挡我，等我当上内鬼了，第一个就对你下手。这浪哥怎么还在这里？你给我站住！跑得倒还挺快，走你！啊，这没砸到呀，浪哥好走位。咦，小黑，拿你解解气。你这不是在欺负人？我就拿着石头找人，等会儿见到人呀，我就直接扔出去。小白来了，找准角度预判一下。我走你！我走你！啊，这家伙回头了。不会吧，都这么会玩？哎，还是我太菜了呀。怎么还有一个挂机送人头的？哎，不要白不要，拿下。亲，分明是你太菜了，只能欺负挂机的了。哎呦，我还就不信了，士可杀不可辱。小白在管理室，把附近的门关住，别让他跑了。这次看你还想往哪儿走。我去你的。哦，总算是解决掉了，先变回船员，在他们面前露露脸，假装一下。OK， 把电掐了，然后我躲在里面，谁来就砸谁。哎，这怎么没人敢来了呀？哟呵，秀儿来了，走你！距离有点短，没能成功。再来，重拳出击，这技能释放的也忒慢了点吧。我走你。 OK， 搞定，变回船员去找其他人。哎，剩下的两个我怎么一个也看不见呀，也忒能躲了吧。哎，浪哥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这次可不能再放过你。嘿呦，想躲？不着急啊，找好角度预判一下。一直站在我旁边，那我就重拳出击。哈哈，喜欢站在我脚下是吧？这个模式扔石头的话，还是需要一定预判的，不然很容易走空技能呀。OK， 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，
后续还会有更多精彩模式等你来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